彰化县政府17日上午在鹿港镇体育场举办2019彰化羊肉节暨彰化健康猪肉推广活动，现场备有12000份新鲜好吃的羊肉汤、羊肉米糕、彰化健康猪肉汉堡、彰化健康猪肉香肠给大家免费品尝，吸引约10000人次前往。那彰化县羊肉是生产全国第一，那你这个第一吧是全国第三，而且我们长期以来有做这个健康猪哦，透过咱的兽医师不三皮哦，拢在做检验的工作，会使讲健康猪表示就是食了上安全、上健康哦。目前伫咱彰化县的这个健康猪，伫咱的这个全联超市800多间，以及咧咱的这个丰康超市，拢有在卖咱的健康猪。那咱的油肉，咱人拢知哦，这个 KO 地区溪州地区的这个油肉嘛真有名。欢迎咱的乡亲哦，有机会过来吃咱彰化生产好的这个羊肉，甲咱的这个猪肉。活动现场还有趣味弹珠台闯关游戏，提供大小朋友游玩，以及许多青农的彰化优选农特产市集，不仅行销彰化优质肉品，也让参与的民众大饱口福。公益频道林义俊鹿港采访报道。